宇宙很远，他们用卫星打开一个奇妙的世界。程序设置完毕。人工智能，天地互联。要是我的设想真能实现，对整个人类可是一大步。花样百出，敢想敢干。小卫星引领大时代，大型少儿科技情景喜剧《卫星时代》，央视少儿频道，给你好看。吴磊，这怎么这么耳熟？吴磊不是那个大明星吗？带回家，那我们往哪儿藏啊？我们家这么干净，也不适合养狗啊。这狗什么品种啊？哈士奇。哈士奇？妈，咱就养哈士奇吧。这家里除了桌椅板凳、鸡毛掸子、身上长毛、四脚朝地的东西都不许有。什么狗啊？是哈士奇吗？我哪知道？吴磊。对于所有的科学家来说，他们穷其一生都在思索着一个问题：我们在浩瀚的宇宙中到底存在于怎样一个位置？对于这个无法回答的问题，阿根廷著名作家胡里奥·科塔萨尔在其名著《被占的宅子》中有过角度独特的论述。我们的宇宙也许只不过是另一个宇宙中某个小男孩在花园里玩耍时从鞋底上脱落下来的一小块泥土，而花园里的朵朵鲜花则是天上的繁星。哇，好可爱的小狗啊。我发现你一看到小猫小狗就跟变了一个人似的。没有女孩不喜欢宠物的。女人毕竟是女人，再汉子的外表有颗萝莉的内心。赶紧走吧，今天晚上少年心过顶，我还想测控他拍摄几张我们小区的照片呢。可是他怎么办？还带着项圈呢。吴磊，这怎么这么耳熟？吴磊不是那个大明星吗？这只狗的主人肯定是他的粉丝。拿偶像的名字给狗起名，确定是粉丝不是仇人啊？你甭管他是什么人，但他肯定是走丢了呀。丢不丢跟你有什么关系？你想养他啊？别忘了咱妈有洁癖，除了桌子椅子鸡毛掸子，所有四条腿着地浑身长毛的东西都不能在家里出现。可是你看他多可怜呀，饥寒交迫没人管，他肯定是饿了。我才是饥寒交迫没人管。反正不能带回家，妈看到他会发疯的。可是我真的好喜欢他呀，要不咱们把他带回家，等妈走了再和她一起玩。带回家那我们往哪儿藏啊？别忘了她可是条狗，有腿能跑，万一暴露了怎么办？去烧脑时间呀。你要去祸害花卷爷爷。
这货可是哈士奇，传说中的拆迁大队长，和阿拉斯加萨摩耶并称为铁锹三傻。那也比你智商高，这世界上比我智商还高的人，除了史蒂芬霍金，也就只有咱爸了。不过狗可是世界上第一个登上太空的地球物种，比你有见识倒是真的。哎呀，高范儿高范儿。不行，绝对不行。他到处给我乱拉乱尿，谁还敢到我这儿来吃饭啊？不会的，你就放心吧，我们可以训练他呀。那也不行，我这是餐厅，又不是动物园。我就说不行吧。你闭嘴。哼，这狗要是像你哥这么听话还行。那是我。嘿，你骂谁呢你？再说了，这狗也不是你们俩的，它是有主人的。哎，一会儿闹不好那主人过来就找你们的。有人找当然是好了，就怕没有人，让他在这里饥寒交迫自生自灭，你们也太没有爱心了。你有爱心怎么不往你们家带啊？我好有爱心，我妈可没爱心。就是啊，我妈有洁癖，再说了我们家这么干净也不适合养狗啊。哼，你们家干净，我这也不是狗窝呀。再说了，你与其说在这儿说服我，不如回你们家说服你妈，让你养狗不就解决了吗？我妈哪有您这么好护呢。嗯，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哈士奇。爷爷您就答应了吧。要不这样，从今天开始每天早上上学之前我都来这里帮您打扫卫生，这总行了吧。我去，你为他可真是下了血本了，简直是真爱啊。嗯，这事儿我倒是可以考虑。那好吧，嗯，就让他在我这儿待两天，不过你们得赶紧帮他找到主人。一言为定。要是找不到主人，我就是他主人了。他说 no。坐了一天啊，累了吧，休息一会儿，别累坏了。妈，妈，您这电视剧都看了多少遍了，也不嫌烦。哎呀，你们俩别打扰我，吴磊马上就出来了。您还挺时尚的呀，以前不是喜欢撒贝宁吗？怎么又换成吴磊了？女人都善变。别，小声点啊。行，您看您的吧。去那边看，别打扰妈妈啊。看把你给乐的，有这么好玩吗？有太好玩了，太好玩了。你俩看什么呢？宠物集锦，太有意思了。我看看，特别好玩，特别好玩。是有点意思哈。有意思吧。这狗什么品种啊？哈士奇。哈士奇。嗯，比吴磊好看多了吧。哎呀，这以前吧妈妈总觉得这小猫小狗脏，这没想到这也挺好玩的哈。是吧，
宠物带给人的快乐是任何东西都代替不了的。就是，就记得小时候啊，我总是羡慕那些小朋友带着小狗出去玩啊。其实这养只小狗也挺好的哈。现在养也来得及，妈，咱们就养哈士奇吧，大名鼎鼎的雪橇三傻。雪橇三傻？嗯，他傻，我可不傻。是你想养小狗对吧？怕我不同意跟我演戏对吧？以为我看了这些视频会答应你养小狗对吧？你戏挺好啊，中戏毕业的。休想啊！我问你们俩，谁的主意啊？大兴。哎，妈，我的梦想是当航天员，不是拉雪橇，这事儿跟我没关系。今天晚上少年星过顶，我要整，我要整。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哎呀，小薇，我告诉你啊，这家里除了桌椅板凳、鸡毛掸子、全身长毛、四脚朝地的东西都不许有，知道了吗？知道了。乖，上去睡觉吧。遵命。小样，跟我玩心眼。我不发威，但我是哈士奇，对吧？哎呀，吴磊，天哪，真把我这儿当家了。花卷爷爷，花卷爷爷，哎呀，你们总算来了，喏，拿着。把这都收拾了，这是怎么了？哎，我也想知道这是怎么了。昨天晚上我出去散个步，回来就变成这样了。那狗呢？我也想知道狗哪儿去了。哼，别让我抓着它。哎哎，花卷爷爷，您放心，我们这就给您找回来。啊，给我找回来？我又不是这狗的主人。你们要是抓回来，千万别再送回来了啊！那我们能送到哪儿去啊？我妈是不让我养狗的。那你们就这么祸害我呀？真是，我跟你们俩有多大仇啊？不行不行不行啊！这次没得商量。哎，花卷爷爷，这小薇没事，哎，别哭啊，小薇，找回来不就得了？别哭了，别哭了。吴磊哥哥，你看，这就是烧脑餐厅。哦。小薇，煤气罐爆炸了！不是，导弹也炸不成这样。小薇，你怎么哭了？谁惹你了？大兴，是不是你？你从哪条定律得出小薇哭的一定是我惹的？根据概率计算，你惹小薇的几率是85%。那今天刚好就是那15%。小薇捡了条狗，放到这儿来养，结果狗把这弄得一团糟，还跑了。花卷爷爷就不让养了。什么狗啊？是哈士奇吗？我哪知道？吴磊，对呀，我表哥。东东你好，那只狗是你的？是啊。我说项圈上怎么写了您的名字？我还以为是狗的名字呢。项圈上都是狗主人的名字，扎心了，老铁。你怎么知道狗让我们捡到了？我不知道，我是来和朱丽斯做客的。朱丽斯，你和吴磊哥哥什么关系啊？吴磊是我远房二姑父的三姐夫，隔壁家老王的四哥的干妹妹的侄子，也是一个学霸级的科学发烧友。惊不惊喜？意不意外？我呀，也是一不小心就进了演艺圈，我这高智商啊，也是没了用武之地。智商高低等会儿再说。朱丽斯，你这关系网可够复杂的呀。那当然。我都长成这样了，以后除了进演艺圈也没别的路可选。哎，就业面太窄，是不是？你想多了。那我们赶紧把狗找回来。等一等，哎，大兴，听说昨天少年星过顶，你联系地面基地，在空中拍摄了一组我们小区的照片。对啊，哥就是这么机智。你能不能烤一套给我？干嘛呀？昨天我妈回家，电动车钥匙没拔。今天早上才发现电动车钥匙没了，哎，我算了一下时间，正好跟卫星过顶的时间相符。我想看看钥匙是被谁拿了。哦，那别找了，在我这儿呢。啊，
昨天晚上我散步的时候走到你们家门口，看见这钥匙插在车上，摁了半天门铃没人开，我就把它收了。谢谢您。哎，咱们赶紧去找狗吧。好。哎，等一下，方晨，你刚才说昨天你丢钥匙的时间正好是少年心过顶的时候。哇，您连少年心都知道。哎，我都跟你们说了，我是科学发烧友，你们还不信？这回信了。然后昨天花卷爷爷出去散步的时候，也正好是我那条哈士奇跑丢的时候。对呀。但只要大兴拍了照片，岂不是我们就能找到狗了？哇，你当演员真是可惜了呀！你应该当大侦探，简直福尔摩斯啊！哼哼，大家都叫我福尔摩斯江湖里柯南，走吧。妈，我们回来了。阿姨好。哟，朱迪斯呀，好久没见你了，这越来越漂亮了哈。别往心里去，我妈见我姥姥的时候呀，也是这句话。你别听她瞎说啊！来，磊哥，这是我们家。妈，我们也到了。不，妈，冷静，不，冷静点。你怎么从这电视里面出来了？啊，我一不小心，一不留意，我就啊。下次我出来一定提前通知您。儿子，别走。妈，我们还有急事儿，待会儿再和您解释。走吧，磊哥。走。啊，行，那我们走了啊。哎，吴磊。哎。哎，我也是大妹子。大妹子，你真漂亮。吃饭吧。啊，行行啊。妈，就你那手艺就别祸害人家了。少年心过顶一共十分钟，我拍了十张照片都在这儿呢。10:10烧脑世界没有任何变化。10:12小薇跑出来了。哎呀，不是我跑出来了，是狗跑出来了。10:13狗在健身房门口。10:14狗在花园里趴下。10:16狗在车库门口。10:18狗在我们家门口。10:20咦，去哪儿了呀？会不会是跑出小区了？不可能，花卷爷爷那时候在散步，要是跑出去了，他应该有发现呀。哎，你们看，我们家门口是什么？这是最后一张了，10:20狗进了你们家？不可能，狗要是进了我们家，我妈就不是你们刚才看到的那个状态了。也许是又跑出去。哎，卫星拍摄的画面只有10分钟，这一夜他会去哪儿啊？坏了，坏了！磊哥，走走走走走。握手。尊一。滚。滚。真是雪橇三傻，果然什么都不会。在今天的故事里啊，大兴想利用少年心来追寻丢失的小狗，这就是科技带给我们的便利。从古至今，人类都在寻找一个永恒的命题，就是人在宇宙中的位置。虽然我们现在什么都不知道，但是起码我们能利用科技作为前提，让我们的视野变得更高更广，不是吗？他也同意了。Thank you.
消息，每颗星星藏着秘密，夜空变得如此美丽。怀抱银河系漫游指南，颠覆了课本上的定律。我要幸福超光速飞行，今天出发，昨天已回去。到底飞行多少光年才能成功穿越星际？也许会有平行世界，那里有另一个自己。宇宙很远，他们用卫星打开一个奇妙的世界。程序设置完毕。人工智能，天地互联。要是我的设想真能实现，对整个人类可是一大步。花样百出，敢想敢干。小卫星引领大时代，大型少儿科技情景喜剧《卫星时代》，央视少儿频道，给你好看。时空隧道实验。101次，机智小伙伴探索太空奥秘。今天这里会出现一件大事。明星科学家助力梦想起航。您真是我的超级救星。还有，我表哥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大型少儿科技情景喜剧《卫星时代》，央视少儿频道欢乐播出。